按紧之后呢，然后我们手机上面随便找一个图片，找好图片之后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手机放在这个卡槽上面，然后它会这边然后就会把这个里面的这幅画就会投影到我们这个素描纸上面，投影到这个素描纸上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手机上的投影去进行一个画画啊，用我们的铅笔去勾裂啊，去描摹就可以了啊，像这样子，它去一个画画。用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简单，你想要任何的一个形状的一个。